早以前总用气象局头两点半的时间，又针对亚洲总统风采研发，再个发布为清醒的海上风采警报。一下呢，早就看到啊，佮差不多同过去一两年的研发行到动漫暖啊暖的。早地讲都停妥下来嘅，系个刹下来呢，佢行嘅速度要较加急啲喎，行个技术的变强，一下看到呢，佢详细嘅资讯就系一点钟行9.14公里，相等8.8时行光前，系个因为风采安微反流带来嘅台风太热，一片就看到啊，早晨差唔多7:30嘅黑，土苗栗县南庄乡一片咯，向前看到太太杂嘅沙谷，就捞下来嘅东土太路东昂，故作早晨呢，当地嘅公务单位喺个警方接到消息过后，就急急要去排除一只太沙谷，就讲讲沙下来。台风太热，韩国继续落海蒙钓鱼，会带来其他的灾情。澳内落沙的情形，希望讲哦，乡亲朋友天在地好降心，唔好讲妨害到自家安全。来看那早晨的情形。太麻古宅的老沙搭对当地泰鲁东昂，苗栗县台风分局南庄派出所早晨7:20接到民众报案，从南庄乡苗栗县线3.9公里的位有老沙。较早以前警方到现场加下，现场的情形已经处理好诶。后夜两日嘞，大家有看到吼，风采要多的啦吼，啊，三档高的风雨又较太大喂，啊，顶尾早晨吼，你们看到南庄有太沙条跌塌落来啦吼。啊！你个微乡村吼，夜两日嘞吼，风雨又较太大个吼，尽量就莫出门啦吼。啊，一天要注意吼，自身的安全。受到研发风采安微反流影响，气象局23日针对九十烟丝发布黑蒙钓鱼贴报，北投湾山区部分天气会有太雨，也是太麻雨发生的几率。台中以北同宜兰天气部分天气会有太雨发生的几率。整体的降雨上面来说的话，预估今天在全台都有下雨的情况。要特别注意北台湾，也就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，中南部尤其在山区的地方，都还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。这个降雨甚至到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还会持续，还会更明显。本来行到慢速所谓做得讲无停同去研发，气象局安算冻住过后会加急前进。气象办的意思，风采肥南，季风带压反流，停电向北晒，南季风就会到台湾附近呢。到时节会引进西南气流，还要继续观察。下个新闻是用政府分支综合报道。对于风采的路线来看，气象局就有同个路线呢，向北进来进修正。韩国对于风采行工前。高长地度就会摸高 and 东北偏呢，天顶风采安微反流进来影响，因为提醒乡亲，从亚洲研发影响 and 台湾一定厉害的时节，就会对济南部8点到天光早晨、拜六早晨亚团时间，就会影响到一定厉害的时节。唔但像平阳素材、北埔、像桃园、新竹、苗栗黑咸山的天气，将拍为落太麻衬衣。唔但像安内哟，新竹有条山区呢，会落很盆太雨；唔但像伊落摩天，还会落太马春雨。提醒乡亲爱降心的位，爱到天公差不多8:00连阿妹起时，被台湾鸦片呢，从新北天气，还个台北市宜兰发电，将会无安太雨。大家到亚团期间，天出爱注意防台。